人生没有平坦的大道，只有不畏艰险的人才能沿着崎岖的山路爬上光辉的顶点。走在直销宫的台阶上，我的感受更深了一层。回想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，我无怨无悔，因为有了付出，所以我快乐。前面又将是一个新的起点，人生历程又将是一个新的开端。城市中大多数人自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去追求成功，但成功到底是什么？它为什么会让人们拒之若鹜而又义无反顾地去选择它？在他们的眼中，成功代表着荣华富贵，代表的是功名利禄。而对于我来说，成功无非只是一种形式，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在于追求过程中身心愉悦的那份感觉。明白了这些，我已经意识到我要做的是什么。平静的心态是所追求的境界。是啊，人的一生总会有波峰浪谷，浮浮沉沉更是常事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凡事都要追求顺其自然，与之淡然，处之泰然。对于未来，我也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。无论头上是怎样的一片天空，我要尽力做好承受一切暴风雨的勇气。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一颗虔诚的心，我膜拜了上天神灵。相信有了上苍的见证，我会有更大的信心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。耳边又传来读诗诵经的声音，脑海里又浮现出自己生活里的一幕幕。朝着父母殿方向，我深深地鞠了一躬。身在远方的父母和关心过我的亲人朋友，你可知道我在为你们深深地祝福。正是由于你们的帮助，才成就了今天的自我。相信有了你们的关怀问候，我的明天会更加美好。